刚刚想要叫我 Jacky 啦！你真好大胆，你要跟我拼就对啦！你若是无接受，我就赶出去啦！我即马清醒要请，去我的办公室。阮爸讲成这样，你恐怖的人，你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？王亚春，Jacky， 我跟你讲啊，咱过去偷偷去登记，到时就算阮爸想要插手嘛，袂赴啊！这条小事该该死！爸，我今仔日哦要跟做官吃阿母，真正是我只是啊。刚刚想要叫我 Jacky 啦！你真好大胆，你要跟我拼就对啦！你若是无接受，我就赶出去啦！也不过我看你迄个女朋友的爸爸，应该暂时袂帮你刷哦。即阵啊，你想卖来公司，我会当做你的职务代理人，这对公司的发展嘛是真重要哦。啊，这我提起做最后处理啊。较细腻的，你的钱我已经在处理啊，真紧就要给你。我已经照约束，把你要滴的艺术品拢做好啊！我嘛希望你用个照你讲的，干那把遐个物件卖好好野人，结一个派头尔，没有其他的用途。夫人，进度顺利。既然你甲叶志成的关系，那安尼我就搁较袂帮你刷哦。你去找阮爸，因讲遐有诶无是要创啥？我嘛是为着你甲阮爸好啊。我即马亲身邀请，哦，去我的办公室。阮爸讲成这样恐怖的人，伊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？王亚春 ，Jacky， 我跟你讲啊，咱过去偷偷去登记，到时就算阮爸想要插手嘛，袂赴啊。这条小事该该死。爸，我今仔日哦要跟做官吃阿母，真正是。咱袂讲啦，我是无多相信讲阮大哥也会做违法的。少讲这案件，迄做法冒的人也无常常甲迄个人做伙啊，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惯犯。本身我对这嘛淡薄兴趣，但是咱等我看。你伫遮偷偷看，我等一下就先甲你摕我的监视器画面，摕去给我的同事看卖，若是有任何消息，我马上来通报。